崂山这个地方依山傍海，所以我们一直都有用崂山水熬制石花菜凉粉的习惯。石花菜海凉粉的加工工艺，2015年7月被评为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个石花菜呢，它长在海里的这个岩石上，落大潮的时候，岩石上这些石花菜就会裸露出来，颜色呈这个紫色，它一丝一丝的长出很多的分支，所以我们当地有很多人叫它叫牛毛菜。它含的主要的成分是琼脂，它是出动量最多的，一斤就能出到40到60斤凉粉。石花菜在采上来以后呢，把它这个就是直接晾干，晾干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把它平铺开，一般2到3天，等到它那个成这个黄白色的时候，它那个紫色晒没了，那个时候就差不多了。在制作的时候呢，要把这个干的石花菜先用锤头啊，然后把它颠碎，因为长在那个海底的这个礁石上嘛，就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小贝壳，所以你把它颠碎了以后，再在水里清洗一下，就很干净了。石花菜处理好了以后呢，往这个锅里放水，还有一定比例的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添火熬制了。锅里的这个水变得这发黄，然后捞起来那个石花菜很碎，捏一下，黏黏糊糊的，这个时候就是熬好了。熬好了以后呢，把这个石花菜过滤出来，只把它过滤后的这个汁液装起来，这个时候就是冷却了，基本上上午的时间凉透了就可以了。干嘛回来了？回来了。嗯，得做凉粉是吧？嗯，好好好好。把它切成细条夹起来，不断的这种凉粉就是熬的最好的。本地人一般都是加这个大蒜、香菜、胡萝卜丁，放点醋啊，味极鲜，放点香油，然后这样拌一下，我们就可以吃了。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就我们觉得这个海凉粉嘛，这么好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不传承下去，就是非常的可惜。所以我们就专门成立了公司，专门来做这个海凉粉，也是想把它发扬光大，传承下去。我叫冯小从，是石花菜凉粉加工工艺第三代传承人。我想把这个石花菜凉粉一直传承下去，让大家，让后代都能尝到这个传承千年的美味。